小编，近年来韩剧一波接一波，火红程度蔓延全台，连眼镜也跟着受年轻人的喜爱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来自韩国的潮流眼镜品牌 TOHUMAN。TOHUMAN 眼镜不仅深受许多艺人的爱戴，它在选材及用料上也是相当的讲究。高品质的促酸板材结合金属这样子的复合式材质呢，可以打造出更多层次的效果。像是这一款，小编非常的喜欢，以板材作为镜角，结合金属框面。很特别的是，它镜面及镜角的衔接处以这个回旋的设计作为一个小巧思，提升它整体的舒适度及稳定度。看完今天的介绍，是不是对 TOHUMAN 眼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？下次配眼镜时，不妨试看看 TOHUMAN 眼镜，让你花小钱也可以达到时尚品牌的超优质感哦。好的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到收听网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